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林峰日前被周刊提报口中的 baby 是吴倩宇后，千峰恋逐渐浮出水面。事实上，林峰早前不但豪花80,000元租下豪宅私有化吴倩宇，而吴倩宇的父亲也是越住越富贵，由昔日的沙田第一城突然搬到一个月租90,000的豪宅，与爱女新居只是一街之隔。林峰爱屋及乌，可见一斑。林峰这次爱得痴痴迷迷，但其父亲林华国唯恐儿子冲倒潘双双覆辙，对绯闻多多的吴倩宇颇有威严，难怪一提起儿子新欢，老爸即封嘴必谈半句。知情者透露，自从潘双双事件后，林峰的爸爸很怕儿子再被女人欺骗。峰爸知道吴倩宇年纪轻轻就绯闻多多，他老爸又卖叉烧包，家境一般，吴倩宇读书成绩亦是普普通通。峰爸见儿子拍拖不久就照顾他全家，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。峰爸提醒儿子不要受骗，但林峰听不进去。林峰见老爸有威严，还安排女友见父母。酷流娱乐余温速递整理报道。